那就荣华富贵享之不尽了。到那个时候，有谁不羡慕你呀？不知道怎么做了啊？贫道明白，贫道绝对不会令高公公你难做的。皇上，他是一个聪明的人呐、啊。门已经关好了，连苍蝇都飞不进来了。你就是苍蝇，高力士。你不是和我一样啊？什么和你一样啊？和我一样能看不懂。反朝廷礼制，咁就系大不敬啦。喺皇上身边嗰个系边个啊？迟到要罚噶嘛？皇上恕罪。好。哼，莲儿。今日我有事不想见客。你有心事啊？三郎，梅妃她对我无礼。敬皇上，祝皇上龙体安泰。好。杨姨再敬你一杯。啊。没有啊，那就快给我滚开！娘娘，娘娘，令我最担心的是，我们密谈的事。快，别慌，别慌，拿刀过来！你们过来，各位父老兄弟，稍安勿躁，本将军一定会把你们的。